欢迎惠立林国父纪念馆。本馆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前建立民国的事迹与心意，于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时规划兴建，目前已经满47周年，是展现博爱心传的名人纪念馆，更是大众共享幸福的一文殿堂。本馆正厅左手边是国父史记东室，展出的是国父生平事迹展，展场内的建国大纲为本馆镇馆之宝。右手边是国父史记西室，结合科技及历史展出孙中山与台湾，欢迎更进一步了解国父孙中山先生史记展内容，也欢迎朋友们一起向国父行礼致敬。本馆二楼中山国家画廊是国家级的展场，目前展出的是绝对诗学、柯启杰、九零影像艺术展。本馆的展出全面不收费，欢迎大家与李斌交友前往参观。请大家注意，本馆室内及室外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。一对交接仪式进行中时，请保持肃静，请不要跨越、拉扯以及触摸管制红线。拍照时，请勿使用闪光灯，并尊重一对礼宾执行公务。这次执行的是海军一队，谢谢各位，欢迎参观指教。
Yeah.